闭馆赛50分以下1000米的比马匹已经入站完毕，比赛即将开始，优俊们准备出发吧。好，闸门打开，我们看一下，有马匹沙特曼是6/8号马，荣耀之选。喷进的白场比赛前面是蓝色彩翼的3号马翻身器已经被超了过去，本场比赛大热门4号马何立红星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，领先是1.5个马位。紧接之后是5号马文学家，然后是刚刚是3号马翻身器的本场比赛第三位，摆来另外一匹马是6号马优乐美丽，本场比赛第四位马比盖尔过弯，然后3个马位之隔第5位就是9号马中立领袖。再往后边可以看到外栏就是11号马彩虹，紧接着可以看到红色彩帽的10号马永泉，这为他外栏开始加速，然后黑色彩帽的12号马芬芳在本场比赛的中间，然后后边的马匹我们可以看到是2号马坐标超车和外栏，然后是华裔马裔的两匹马，可以看到天天向上和1号马一脉相承。在那场比赛最后的还有荣耀之选，好，最后的250米看一下，依然是领先在前，没有变化。4号马何立红星最后的150米领先在3个马位左右，其他每匹还是在加倍往前追，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赶不上来了。最后的100米，4号马何立红星，田城女儿排在本场比赛的最前面，毫无悬念的非常轻松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。